环球之音这次在107展房，除了有 Sonos Faber 的新喇叭展示之外， Macintosh 的70周年纪念产品也是展房的亮点。Macintosh 集团业务与行销副总裁 JP Fontaine 也在会场跟普论影网介绍他们这套新产品。 JP 对我们台湾音响媒体来说一点都不陌生，因为他不但常常来台湾参加音响展与发表会，人帅真好的他也说得一口流利的好中文。他向我们介绍两款 Macintosh 70周年纪念产品，第一个是 C70 真空管前级扩大机，这台复古味十足的扩大机采用纯类比设计，提供两组平衡输入与三组非平衡输入，以及 MN 与 MC 唱头输入，另外还有平衡与非平衡输出各两组。值得一提的是 C70 还内建了耳廓的功能，它具有耳机交叉导向技术，搭配高档耳机聆听能让你获得很棒的空间效果哦。另一个70周年纪念产品是 MC2152 后级，这款极为漂亮的真空管后级机身采用铝合金黑色阳极处理，两侧为碳纤维侧板，面板有非常精致的 Macintosh 雷雕字样。另外这台扩大机应用的 Macintosh 的 Unity Cobble 放大技术，无论喇叭主抗为何都可以提供150瓦的输出功率。而这些产品在普罗影网的展房报道中也都有详细的介绍，接下来两天如果你要来逛音响展，千万不要错过环球之音107展房哦。